卒症是一种文明病，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家己是不是有卒症，彰化县的卫生局是从十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六定做有卒症的体检日。你再好，嘛要来结合医疗院所扩大来举办有卒症的体检。音乐是纾解压力上好的办法之一，医师透过音乐治疗来帮助忧郁症的患者远离病痛。另外，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利用简单的问卷方式，只要回答出几个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真简单的问题，就当知影家己是不是去得着忧郁症。就是这么简单的体检，有民众讲，原来家己外表看起来真坚强，不过经过专业人员的评估了后，才知影家己疑似去得着忧郁症。就从以前就一直觉得自己很忧郁啊，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忧郁症，因为我就是人前笑笑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很严重。那医生做了什么建议？就去医院做心理咨商，就是很询问。精神科医师嘛表示，忧郁症并不是代表这个人真冷静，是因为大脑内底产生变化才来造成这个症头，并且会对整个人造成影响，通常会伫个感觉和思想以及生理行为顶头产生一挂症状。基本上的话，就是会有少数几个可能就是已经有达到比较忧郁症的状况。因为分数比较高，那通常都是因为就是可能工作的压力，或是跟家人相处的问题，或者是经济上面有一些困难。那如果遇到这样子可能也有一些忧郁症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到我们精神科门诊或身心内科的门诊去做进一步的追踪检查。中央卫生局嘛表示，忧郁症的体检目的是咧加强民众的认知，达到预防性与治疗的效果，同时嘛提供民众舒缓情绪的办法。其实只要透过专业的治疗，忧郁症一点也无可怕。大中华新闻，就是梁中华采访报道。